欢迎来到广东河源龙川县，河源最大的县城。我们现在来看一下，现在我们的位置是在龙川东的高速出口下来。这里的房子是出了名的密密麻麻，人口太多了，又是比较老，根本就没什么规划的，所以都是小产权比较多。可以说是千年古城呢。
密密麻麻，现在这里开始人是最多的。Thank you.
是那样。Thank you.